个时候只有一个字。大家好，我是鸡来。冬天里做什么事情最有鸡？答案就是在摄氏只有5度的情况下，有温泉你却不能泡，还要被逼在这边弹吉他。现在室温只有5度，各位可以看看这是什么？这个叫做鸡皮疙瘩。哦，天气非常的冷。好，我们呢，在这么冷的天气下，我们的手一样依然要按着吉他和弦。我们现在就由嗨嗨为大家弹一首吉他演奏曲《温泉寒冷之歌》。为什么会弹吉他？因为被逼的。不是，我们大家都知道我们是有机人，我是海海，他是依然。可是我们怎么会忽然从网络上默默无名，忽然跑出一支超级版、YouTube 点播率忽然可以破80万，真是太厉害了！没办法，那你讲的太难。我讲啊，是因为我们两个是大学同学，我们就读台湾艺术大学毕业的。后来呢，我们就在毕业的时候发行了一张自己的创作 EP， 然后呢，无形中被唱片公司看到了，然后呢，他就让我们去弹一弹，弹一弹，弹弹，接下来就有一张专辑了。哇塞，这了不起了啊！好，摄影大哥，我们得泡温泉了，不跟你啰嗦了啊，舒服的温泉在等我们。刚刚他点头了啊，点头了。好，那我们不客气了，再见，再见。哇！热量卡路里要算正确，要算正确。
成全，只好靠腰呼啦圈减肥，靠腰呼啦圈减肥，靠腰呼啦圈减肥。为什么你会这么白？难道你每天喝牛奶，叫人不想看也很难？我要叫你超级为什么你会这么白？难道你每天喝牛奶，叫人不想看也很难？我要叫你超级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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你是超级，为什么你会这么白？难道你每天喝牛奶，叫人不想看也很难？我要叫你超级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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为什么你是超级超级？依然，人生啊，最舒服的时刻就是现在，在这么冷的天气啊，啊，舒服的温泉，真的，哦吼吼，哎，我就泡到我的额头都开始冒汗了，太舒服了啊，哦，这就像是听我们歌一样啊，让你心中充满能量，让你对明天充满了希望。我们有机人啊，我跟依然真的就是希望大家能够好好听到我们的音乐，能够音乐能够带给你们生活中的什么，不管你在考试好不好啊，或者是难过的时候、失恋的时候，听到我们的歌，希望能够带给你一些放松的心情，这就是我们希望能够带给你生活上很多的用处，所以希望大家能够听到，这样我跟依然就很开心了。好，那这边呢，我们一定要再次强调，把我们的 banner 拿出来。Banner， 我在那边变个模式给大家看。啊 ，Banner， 我没有动哦。我来，变出来了。其实我们有点不只会做音乐，其实才艺蛮多的。好，来，大家看一下 Banner 啊，有没有看到？月世代 Live 哦，大家有兴趣的朋友一定要上网查一下。有机人等你，我们广告后回来会更精彩、更劲爆。
抱在一起，你听的歌曲。我们回来再见，我们要游泳了，拜拜。